天啊，我要吃热狗。服务员，来份热狗。这什么热狗啊，这么小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对不起，但是我们这热狗都这么大。什么大不大的，你大还是我大，顾客最大，让你换你就换。啊，热狗，快点快点啊。哎呀宝贝，亲一口，来。嗯，亲口嘛。嗯嗯，服务员，快点啊！这个够大了吧？亲爱的，我在看电影呢。哦，手机淘宝上订的可方便了。哎，明天要不我再给你订两张，我俩来看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别客气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你能不能不打电话？好的。哎，我男朋友不让我打电话。我用来往接着跟你聊呗。哎，那我们明天到底看什么电影呢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挺好的，特别好看。哦哦哦，把手机给关了。哎，我们接着说吧。他不让我用我自己的手机，我用他的手机给你打呗。李密有你都心跳到不行。哈哈，在。亲爱的，在 KTV 唱歌，怎样才可以不走调呢？这个很简单。那你教教我。嗯。这一下再也跑不掉了。亲爱的，你刚刚在想什么呀？我想的和你想的一样。啊啊！臭流氓！我是班花。对，班花，你把花从这儿都给我搬过去。我搬花？啊？刚刚校长到我们班里说要搬草。我搬花。我搬草。草。亲爱的，到了，你
自己上路小心点啊。要不你上去坐一坐。我特别的想，可是不太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们都认识好几个月了。除非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真心喜欢你。那为什么每次你送我到这里就回去了，从来都不上去坐坐？我一个女孩子家的都主动向你发出邀请了，你居然拒绝我。我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根本就不想负责任，你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我。我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有。一整晚都有空吗？有有。太好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吃牛排，看演唱会，唱 KTV， 要唱一整个晚上。好啊好啊，我一整晚都有空。哎，太棒了。你看啊，这是我的英语作业。嗯，这个呢是1500字的论文。嗯，还有这个是3000字的实验报告。拜托你全部都要帮我完成哦。嗯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刘谦，对二，过过过过。哈要不要啊？啊！你们这是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纸啊！幼稚，幼稚，幼稚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嗯，亲爱的，嗯，你说这东西它为什么叫八音盒？因为它能发出八种声音啊。可天底下只有7种声音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喏，七种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喏，八种。你再凶我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你倒是离家出走，走一个试试。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连零钱都不给我留。温馨提示一下啊，您的鞋垫处还有2块钱。有本事，你就离家出走一个给我看看。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以为我只是只羊，耶，可是我就是一只狼。呜，有一天我会把你吃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喂。真的，
你知道吧？亲爱的，什么味道啊？你就要扔了？不要扔，这衣服很贵的。我补补就行了，我帮你补啊。哎，亲爱的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噔噔，补好了。哟，没想到你这么心灵手巧啊！嗯，来，给我们穿上。好嘞。左手，右手，让我看一下，亲爱的。补的真好看啊，好帅啊。咱俩一起减肥，看一眼肉，吃一口饭。好，必须成功。成功。我先看。两眼，飞死你！哎呀，这也太慢了，我调快点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来。这样行吗？怎么还这么慢呢？调快了。这是不是坏了呀？啊，那我问一下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东西我明明已经调到最快了，它为什么还那么慢呢？你那当然慢了，你调那个，那是我的。别怕，没关系的啊。疼。没事儿的，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，啊。放松。走一个。两位请点菜。我来点吧。亲爱的，我们今天是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啊？你想吃什么，就吃什么。吃什么呀？我也好纠结的，还是听你的吧。还是，亲爱的，你来决定吧。你决定。你决定。老头子，你点。老太婆，你点。再不点，你们这顿饭呢，我看这辈子都吃不上了。非走不可吗？对，非去不可。你就忍心让我孤单一个人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
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，我们是被逼无奈的。我不敢想象没有你的生活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要好好的，等着我回来。我走了。不。天哪！你放不放开？我实在憋不住了。你死！你行不行啊？给我拍吧。我给你拍？给我拍拍啊！好的。笑一点，笑一点。茄子，哎，你看我拍的怎么样？给我拍拍。拍了，你看呀，拍的挺好的吗？美女。你是不是看电影？对啊。那你是不是看《爸爸去哪儿》？是啊。我们俩才刚认识就交换手机，是不是太快了？这是我刚买的电影票，我看咱们俩投缘，就卖给你。对了。你是从什么工作的？白衣天使。医生啊，专业人士，厉害。不是啦。那是护士，也不错，会照顾人。也不是啦。那还有什么工作是白衣天使的？厨师。知道吗？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，像梵高那样。那你现在从什么工作啊？白领。那你现在的梦想和差距也太大了吧？但是我平时在工作之余，一直都在为我的绘画事业而努力着。听说你有两个博士学位啊？太好了。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你一定能够回答。你问吧，只要不太难。是这样的，男人和女人一起去吃披萨，男人吃了二分之一，女人吃了三分之一，剩下的六分之一被男人带回去了。一块披萨100块钱，两人应该各付多少呢？男人付66.6，女人付33.3。这个问题太简单了。难怪你还没有结婚。哎，何奶奶。
终于记好了。哎，你刚说哪啊？喂，警察同志啊，出大事了！对，在村口的第一个农家乐，一滴血，我都不知道我女朋友去哪了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我求求你，快过来！爷，你在哪？你别吓我爷。爷。亲爱的。怎么了？我在给你做农家饭呢，快回来吃饭啊。怎么了？亲爱的，今天晚上是周末，你想做什么，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打一通宵游戏了。亲爱的，别捅事情。我每次给你打电话，说不上几句话，你就要挂电话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怎么会？我对你的爱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。那我要你每天都给我打电话，至少十个小时。每天都不带重样的，绝对没问题，不带重样吧。嗯，拜拜。172873467764657573962哎呦，41389086568配了，读到3742万贵，万贵，我太感动了。让我听听，让我听。2645亲爱的，你不要这样嘛，你说说话好吗？不就是工作丢了吗？咱还可以再找啊。我知道，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都会在我身边。我可以对你说几句心里话吗？上次我钱包丢了，是你在我身边。上次我出车祸了，是你在我身边。现在我工作也没有，你还是在我身边。我只想对你说，你说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啊，亲爱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？为什么我是个扫把星啊？咱俩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放开。好好的嘛，把这放开啊！不要，放开啊！不要！
亲爱的，怎么了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给我割一点东西。什么？给我割一点东西。东西？我冷了。好的，你等着。快点。老公，我们中午吃什么？宝贝，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呗。嗯，不嘛，人家让老公说嘛。还是宝贝说嘛，亲爱的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说不说？我吃什么都可以。宝贝啊，你说嘛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吃什么都不重要。你说不说嘛？你这么啰嗦干什么？太阳开心不要浪费，让鲜花见了都惭愧。扮演过多高贵就会失掉趣味。美女，嗯，你想跳舞吗？好啊好啊，那你去跳吧，好不容易才找了个位置。挺恩爱的嘛，又出来逛街。对呀、啊，周末一起出来逛逛街嘛。又忘剪指甲了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看见他就知道了。亲爱的，啊，如果我们变老了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？嗯，我知道。老了以后